赶紧过来逛夜市了啊！算了算了，赶紧。现在去吃吧，这样。寡家面，那要啥？不要寡家。蟹爪的还有，这要不要？就是蟹爪的吧。那俺俩要。俺俩要寡家，可以尝尝那蟹爪的。拿香了关没了？你看太多远，我要不回去找我儿。你先找我吧，你吃啥花家？我吃个花家的。一个米线啊，你那个猪太骚了，我可以。我看见人家吃的这个。今天这开有多长时间了？三啊。嗯。俺猪生的三月。我这个年代都二十号。哦，生意好好啊，俺这边。哇！这才两年吗？现在这时间？啊，这俺干这个花家面是今年第二年，然后是以前俺卖的酸菜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听这个老板姐说，这个生意特别好，现在今天生意已经处于一般的情况了。在夏天基本上来了之后就要排队排40分钟，因为这个夜市能摆桌子的地方不是太多，然后这边能摆两个。像这个胡同里面延伸了特别长，这么多桌子都已经坐满了，看白雪已经提前去占好位置了。 Hello，快说今天人少了嘞，人少我还找个位儿呢，真的是嘛。现在这个人，现在考试一个，你现在考试吧。嗯。对，现在等不了，不上花花。比咱吃的其他地方真的好吃，这个。这肉你吃可以感觉到很嫩，感觉长。这家也不沉闷，而且它蟹都感觉，对，就是说蟹都感觉也不沉。他这肉放起来，等会再吃，先吃面。再说了，现在吃不腻，这边让现在上锅。吃完一份，我感觉吃的还挺爽的，爽。那你们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视频在这个虽然上到哪。